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迷你世界中其实有四个胖大，能帮我分辨一下谁是真谁是假吗？在评论区中打出2678，你将会看到四个胖大，我们一起来分辨一下。首先是第一个胖大，他喜欢吃竹子，而且他生存在草原中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可以看到，第二个胖大是一个侦探胖达，他有一对黑框眼镜，但是这个眼镜在我们新版本中的胖达是没有的。第三个胖达有点奇怪，他没有腮红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新版本中的胖达是有腮红的，而他却没有，脸是白的。小伙伴们，第四个胖达就是我们老版本中的胖达，你们可以发现这个胖达生存的环境那叫一个厉害，身后直接是海洋，你们可以看到飘起来的泡泡，这是海洋专属的，并且我发现它和新版本中的胖达简介是一样的，都是喜欢吃竹子的傲娇熊猫男孩。小伙伴们，那么现在四个胖达你们已经看完了，可不可以在评论区中告诉我究竟哪一个胖达是真的？